今天的网友投稿，老规矩，我们先来看视频。你可爱呀，傻瓜。哦猫说笑啊，你怎么不笑呢？哎呦我的妈！笑容转到了我们脸上，我们来看下一个。我朋友 O 型腿，人就迷迷。好一个 O 型腿，我笑得不行了。我们来看最后一个。有困难就找他，点子贼多。今天的网友投稿，老规矩，我们先来看视频。我让捕鱼看啥呢？不是，啥条件呢？把老君请下山了。哎呦我的妈！太君丹药没练完就下山了。我们来看下一个。看来这次祖宗也救不了你了。恭喜发财。天天晚上见，欢迎天天晚上见，祖宗说这次只能保你不死，但你是网友够损。我们来看最后一个，假如你对象带你去见家长，见到未来婆婆后，你打招呼道：“你好年轻啊，阿姨。”阿姨说：“我都56岁了，老喽。”于是你高情商的回答道：“一点都不老，以后跟我动，你还能真的。”今天的网友投稿，老规矩，我们先来看视频。这一刻，他背负着身后所有电动车的希望，身后的上班族迟不迟到，全都取决于蹬得有多快。简历说曾经领导过300人，努力前行。哎呦我的妈！也是非常有领导力的。我们来看下一个。哎呀我的天哪！自己养大的，真是放心，一点没毛病。我们来看最后一个。鳄鱼，饿了吗？正在取餐。今天的网友投稿，老规矩，我们先来看视频。我听到你多了一点，没有小小宝宝怀孕几周了？怀孕几周了？你别笑，我说怀孕几周了？崩溃了，我真的崩溃了，我不听。我感觉怀孕2周了。我听着怀孕2周了啊！你别笑，在医院里不能笑啊！不要给奶奶笑流产了！哎呦我的妈！这网友真的是个人才，我们来看下一个。脱衣服吧。你实在太瘦了，我一点胃口都没有，吃胖点再来找我吧。妈说别看我，我也对你没兴趣。这得多损呢。我们来个最后一个。昨天晚上感冒了，就在这里找他那个莲花清瘟，他写的是14，然后我一看他是15的，等剩一个往哪帮啊？我光机我就给他抠了，我就造了，然后现在能出这么脑残吗？结果我一翻过来，我觉得我浑身是挺热的，但冒虚汗，但我才知道我发低烧。这五哥进去也很懵，找半天工作地址没找到。今天的网友投稿，老规矩，我们先来看视频。这啥都光没了。给西瓜刮成敏感肌了。哎呦我的妈。好
后一个敏感肌。我们来看下一个。大姐都没你这么骂了，你怎么会有来评论？我们来看最后一个，黑衣服有喧宾夺主之意，大家怎么看？对此你们怎么看？放大看。今天的网友投稿，老规矩，我们先来看视频。你是给错误答案开了个分吧？哎呦我的妈！分头草都快长出来了，我们来个下一个。两个字，不是一个喵的。这木鱼的叫法都不一样，我们来看最后一个。工作人员说：“来，上上上，上一边去吧。”今天的网友投稿，老规矩，我们先来看视频。快乐就是当你，快乐就是，就像和那个什么差不多。爷爷说：“别喊了，我都忙着孙子了。”哎呦我的妈！爷爷瞬间年轻几十岁。我们来看下一个。那些年为我倒酒的姐妹。眼神和动作似乎要置我于死地，他甚至一滴也不放过。怕我喝走，你是不是有提成？进了个大单子，这个是闺蜜得加钱。我们来看最后一个。你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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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我花钱买票，你却一直让我送。今天的网友投稿，老规矩，我们先来看视频。不是你搁这儿拉二胡呢？哎呦我的妈！那得是网友来形容。我们来看下一个。哎，我花开富贵，跑得快。那得是花开富贵。我们来看最后一个。挺有节奏。孩子说买到饼了吗？妈妈说快了，还有两个八百。